现在不能报警啊！什么？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我那个项目的加盟商。这个事情要是传出去了，这项目就完了。你有病！再搞到这个阶段，你要想个破项目。你别激动，小东。小东，你就再帮我一次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发誓。 我绝对可以把局面给救回来的，到时候我翻倍报答你，10倍，我翻10倍报答你。10倍，柳云，你到底哪来这些自信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这个脑子就在家做做饭，接送孩子就够了，你偏偏要去做生意，事到如今人后上门。 我去哪里挣到了8辈子的倍？要不是你目光短浅，云想微店这个项目早就赚翻了。就你，事到如今，我和你走到这一步，我深知一切。我陈晓东以后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废物。 你一定要把话说到这个份上。喝酒世界告诉你，有我在，一个项目就永远成不了。